大家好，歡迎收睇五間總結，我是李慧儀。這個環節嘉賓有 Samuel，Samuel 你好。Hello， 慧儀。係咁，首先同大家睇睇啦，內地同埋香港股市中午嘅收市情況㗎。內地股市咧個別發展，滬深300指數咧中午收報4124點，升5.1點；上證綜合指數咧中午收報3022點，升9點；深證成分指數啊中午收報11739點，跌116點㗎。咁啊港股方面啊，恆生指數咧中午收報26760點，跌132點；國企指數中午收報10540點，跌39點。大市成交暫時有678億嘅。嗱，Samuel問講翻個大市先啦。咁啊，見到啦，新型肺炎疫情喺各地都持續擴散㗎。咁啊，市場對全球經濟前景都不確定性增加咗啦。咁啊，投資者繼續恐慌性拋售啊。見到隔晚美股其實跌得好犀利㗎。港股今朝早咧都跌咗超過即係低開咧超過400點。不過隨後財政司司長啊陳茂波就公布咗呢個政府嘅財政預算案啦，就話咧港府會推出呢個超過1200億嘅逆周期措施啦，港股咧嗰個跌幅就收窄到去半日100多點啦。不過陳茂波都表示啦，其實香港可能面臨比沙士時期更嚴重嘅經濟影響㗎。咁照咁睇嘅話，其實後市係咪都偏向悲觀多啲咧？暫時嚟講，你話可能今日本身叫做跌得比較多少少，咁可能你話300多點，咁之後去到晏晝翻翻嚟嘅時候，相對嚟講個跌幅係叫做收窄翻咧，就未必係叫做好關呢一個嘅財政預算案事嘅。咁始終你話可能本港面對住嗰個嘅前景方面都可能係叫做比較悲觀啲啦。咁你話預算案入邊亦都提到預計今年嗰個 GDP 都會有一個負增長嘅情況出到嚟，咁所以你話就算每個人派錢或者你話可能喺社會嗰啲嘅基金上邊分發多啲出嚟都好啦，咁都係純粹你話可能有一個叫舒緩嘅情況出到嚟，咁又未至於咧去到你話可能令到個大市可以叫做有一啲回穩嘅情況出到嚟嘅，咁啊純粹你話內地方面咧個走勢會叫做比較強少少，咁你見到你話可能今日翻翻嚟啦，你見到可能你話內房股啊，或者你話啲基建股咧，就住你話啲政策同埋啲消息面上邊咧，係叫做炒高咗。咁呢幾個因素咧，就令到你話大市個跌幅咧係叫做暫時收窄翻。咁所以你話可能睇咪可以叫睇好啲咧？咁都可能會叫做一半一半嘅啫。暫時你話睇住消息面嚟講，大家都係望住你話可能新型肺炎嗰個疫情發展啦。咁今日出到嚟中國你話尤其湖北嗰方面嘅確診人數。單日嚟講是新增了400左右，咁你話同過去嗰幾日咧，其實個數字咧都係叫做相若嘅，咁所以你話中國自己本土方面咧，又未至於見到有一個轉差或者叫做轉壞嘅情況出到嚟，咁大家可能觀望住外圍方面啦，尤其是你話講緊韓國、日本啦，同埋你話可能講緊歐洲嗰啲嘅地區，可能都會叫做有啲嘅爆發。咁你隔晚就見到有大量嘅資金啦，係跑咗入去你話債市方面咧，去做個避險嘅。咁你見到國債方面個息率係創咗啲紀錄嘅新低啦。咁同時間長債方面同短債咧，開始叫做有一個倒掛情況出到嚟啦。咁變咗你話大家都可能會叫做擺翻啲錢入去一啲長債嗰度，咁即使你話個息率方面係叫做低少少啦，咁但係啲人對於短期入邊嗰個前景方面嘅睇法啦，都係叫做比較悲觀啲，咁而且都預期翻嚟緊你話可能第二季啦，今年都可能會叫做提前啦，美聯儲有一個減息嘅情況出到嚟，咁去到六月減息嗰個機會率咧，已經由一個禮拜之前嘅20%啦，去到而家差不多有50%啦，咁所以暫時你話可能個市雖然係叫跌唔落，咁但係外圍股市方面咧，都仍然係叫比較悲觀啲嘅，咁都唔多唔少會叫做掣肘住你話中港股市嗰個走勢啦。咁所以暫時嚟講，我會維持翻早兩日嗰個睇法，就係大市未至於要去到跌穿翻之前你話上一次你話憂慮疫情嗰個低位，即係大概26100左右。咁暫時會見到啦，26600左右呢啲嘅水平咧。係會叫做見到有一個基本嘅支持，暫時未需要悲觀到去到跌穿你話之前嗰啲嘅低位，但係你話要炒嘅話咧，就要留意翻自己本身出到嚟中國嗰啲嘅政策，呢排係叫做幫緊邊一個嘅板塊，咁就跟住去炒，咁就未必係叫做有一個整體向上嘅情況出到嚟嘅。咁頭先都講到啦，今日啲內房股就做得比較好啦，咁啊見到碧桂園啊、中海外啊、
融創啊都升到上嚟，咁啊融創咧日前發咗盈起，更加咧係半日升到3.8%噶，咁同埋咧有野村唱好啦，咁啊佢就講到啦，隨住政策環境變得更加有利啦，對內地房地產呢個板塊咧係保持呢個樂觀嘅睇法噶。咁啊，就算咧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啦，面對具挑戰性嘅市場情況啦，具有呢個高銷售盈利同埋每股派息增長嘅房企咧，都可以脫穎而出噶喎。咁啊 ，Samuel， 你又對佢呢份報告嘅點睇咁樣咧？暫時嚟講，你話啲內房股可能都會叫做有一段短暫嘅升幅喺度，可以叫跑得贏大市嘅。咁但係就純粹可能係叫做炒一兩個星期咯，我覺得都已經係叫差不多啦。咁你話最近你啱啱出到嚟嘅時候係叫炒緊咩因素呢？就係講緊市場咧就叫做有傳聞就講緊兆興嘅工行咧就會將首套房貸嘅嗰個嘅比率啦就降低去到兩成，咁二套房貸咧就會有機會降低到去到三成嘅。咁你話今次呢一個嘅消息就變咗，你話可能都會叫做跟翻政府之前嗰個嘅睇法，就係你話可能盡量都會叫做放寬翻你話可能流動資金流動性方面嗰啲嘅充足量啦。咁雖然過往時間大方向咧都係叫做房套係只住不炒嘅，咁但係你話呢一啲因素出到嚟，唔多唔少咧，可以叫做你話可能幫內房股企翻穩少少。咁始終你見到過往呢四日嚟講咧，跌嗰個幅度咧，同大市都係叫相若，都係叫做比較弱勢少少嘅板塊嚟嘅。咁但係今日嚟講，就純粹係一個叫做估值上重新叫做有一個調整。咁大家希望可以管緊你話可能LPR 自從下調完之後，有機會可能你話喺嗰個需求面方面幫補翻少少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未係叫做咁樂觀住嘅。咁始終你話成個疫情雖然叫做有一啲叫做放緩嘅新增情況出到嚟，咁但係咧整體各大嘅城市咧都仍然係叫做有一啲你話可能房嗰啲嘅樓盤咧，暫時都係未係叫做可以放出去，或者未係叫做可以俾人參觀嗰啲嘅示範單位，等等呢啲嘅因素咧，都係淨暫時掣肘住佢哋嘅股價，可能叫做比較偏弱少少。咁嚟緊大家就叫做觀望或者叫憧憬翻呢啲嘅因素慢慢出到嚟嘅時候，可能到陣時你話可能等翻嗰啲嘅新增人數都冇咁多嘅時候咧，就慢慢叫做放寬翻。你話俾人哋開始叫做睇樓啊，或者你話流動性充足之後，大家可能會叫做開始買翻樓。咁但係呢啲都會介意之後嘅事啦。咁慢慢就你話睇翻疫情嘅發展可以叫做去到邊度咯。咁變咗而家呢啲嘅位置咧，估值上唔可以叫做太貴。可以叫揸住先，咁但係就唔好叫憧憬單日呢一個消息可以令到佢爆翻去到之前嗰啲嘅高位，咁啊純粹你話可能一個叫估值上嘅修正啦，譬如好似講緊你話688，或者你話講緊一啲比較強勢少少嘅，你話萬科方面啊等等呢啲嘢。跑得比較勁少少嘅，都可能會叫做可以叫揸住先。咁但係你話留意翻股價方面咧，短時間之內咧，好難有一個好大嘅升幅嘅。咁始終你話疫情方面，大家都仍然係抱有兩方面嘅睇法啦。咁你話世衞方面嘅就講緊你話疫情係叫做可以受控，或者係叫做短期之內四月可能就叫搞得掂啦。咁但係美國方面嗰啲嘅研究報告咧，就講緊你話全球咧都有機會係做緊一個大爆發出到嚟。咁變咗兩方面嘅講法有少少唔同嘅。咁你話到陣時自己信邊邊咧？咁到時就會自己揀啦。咁如果你話呢啲嘅位置嘅話咧，可以叫揸住先。咁但係就唔好叫做過分高追住咯。咁唔該曬 Samuel 咁詳盡嘅分析啦。咁有興趣朋友就都係參考佢意見啦。都唔該曬你先，同你申報翻啦。以上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冇持有嘅。唔該曬你先。我呢個環節時間差唔多啦，轉頭翻嚟仲有其他嘅直播環節，轉頭見啦。